宝贝，你这小嘴撅的在干嘛呢？这是。爸爸要我吃东西。爸爸不让你吃东西啊？那你就吃这个。这爸爸还不让我吃。那也不让，那吃手指糖呀，手指糖好吃。爸爸，你多吃点，那是我的。他也不给你吃呀。我的天哪，这里怎么有那么好吃的圣诞老人糖呀？我们吃这个好不好？这个也不让吃啊，这个臭爸爸，看他来了我怎么收拾他。看妈妈这里有一个麦芽糖，我们吃麦芽糖好不好？行不行、啊、宝贝，麦芽糖来看这个。妈妈对都拉丝了，看，哎呦我天哪，看宝贝想不想吃啊？来妈妈给你，你先搅拌一下，对，先搅拌一下。哎呦哎呦我天，那么好玩呀、啊！我们来做一个长长的，好不好？还是妈妈的面条一样。跟面条一样啊！来搅拌一下，你看，我搅一下。我也。哎呦，那么好玩、啊、这个，你想不想玩、啊，宝贝？我要玩。来，给你，你尝尝好不好吃吧。这下宝贝不生气了吧？还生不生气啊？还压心呀！哎，那么好玩，还生不生气啊？跟妈说。生气的。哎呦哎呦，我天！